有喝酒，对不对？他就先说，这是我校长办公室。哦，赶紧坐下。对，他成恐了，一到校长办公室就很害怕。莫名的紧张。对啊。对啊，然后我们校长以前就会问，就他先看一下，然后说猜猜有几个 A， 然后我觉得好恐怖的，我校长别逗我了，你把成绩单给我吧。我们校长特别，然后偷偷看一下，就这样是吧？对他看一下，他说嗯，然后他看看你，还在看一下这样。这典型的学霸，总是觉得哦每科都要 A plus， 然后有一个 A 的话就不对，没有，就好紧张。我也这个就是我应该是我看看我朋友。我朋友的照片，嗯，你看这个是我的 partner， 就是我们两个人一起把这个学校建起来的。你看这个，看这是他，这是我们学校在瀑布，我们这个就教育部门开的会，然后这是总统，就现在的总统。哦，嗯，然后因为我们都是私立学校嘛，我们18年哦，对，我们私立学校就一起开了个会，就是跟就是教育部门和总统，然后我们提出我们的诉求。希望能得到更多的帮助了。这是所有的私立学校的校长。对对、啊、对 对，我当时正好在美国。哈拉雷还是整个津巴布韦？整个津巴布韦。我当时在美国时候没有去。哦、那这是最新的。对，最新的，对。七月份之后。对对、嗯、对，就这样的。其实这个国家对私立教育没有任何帮助，财政上没有任何帮助，就是就让你自生自灭，就是这样子。但是。我们还是需要用政府的。那这么说，是不是公立的学校会？公立的，对，公立学校好，但是公立学校老师工资发不出来啊。嗯，也发不出来。而且公立学校，你看我一个班才15个，就是我会不超过15个孩子，就小班教，因为这边很多私立学校都小班嘛。但公立学校可能有70个，你要自己带板凳去，但老师的工资不一定能按时发。嗯。这是他的，但是还能保持这种，对，就这么艰难还能保持，就是老师可能还不能按时发工资，然后他们还会罢工，对，然后但同时他们也不能说不教这些孩子，还是继续教，罢工会罢工，对，就是我罢工可能就是耽误了2天课，但是他还会给你补回来，就他们有这种责任感在里面啊。你看那个乡下学校老师工资更低，就发不出来，你说公立学校是政府付工资，发不出来，就这样，所以。你看我们学校刚，所以说还能保持这样，对，很不容易，都是觉得很神奇，对，特别不容易。那就是说老师愿意教，学生愿意学，对他们很愿意，他们知道这个就教育是他们唯一能改变命运的方式，让他们干嘛呢？而且这个学校没有任何，这个整个国家没有社会保障金。你看那个，我就那么多老太太，像小雨学校的那个科学老师，还有我的那个计算机老师，他们为什么到我们学校来？就整个这个社会保证的这个体系崩溃了，这个金元这个时代都已经结束了。那么当年他退休金，现在一文不值，可能拿不到退休金了，所以他们得出来找工作。然后我在他们是已经退休的，早就退了，但是退休金没有，对，只能出来再干活，没错，不然我干嘛？对，很可怜的。他刚刚说嘛，他的朋友就是我学校以前的地理老师，然后也是礼仪课老师，现在在Arundel 开花店，因为他没有退休。哦，我知道那 Arundel 的花店。是 Pass， 是他，是我地理老师开，他以前是我班主任。但是有两个老师，我不知道哪个是你老师。头发蓬蓬，一个球球的那个老师。哦，他就是你的地理老师。他是一个非常好的老师，你如果缺老师，你可以就把他挖过来，他很厉害。他教什么？他教地理、英文。他以前是班主任，他教地理、英文那个文学。他们哪天去花店里面看看你给我指？现在就可以去吗？他教得很好，我以前地理成绩非常好，就是因为他很会教。嗯，我初一第一次上地理课就是他教的，很会教。当时我们学校很看重他的，礼仪课也是他在教，就是餐桌礼仪什么都是他在教。然后他做很多事情的，在我们学校。对啊，你看，就像我计算机老师也是老太太，就是这样。所以我在市场上能招到足够的老师，我不缺老师。对，但是在市场上面找老师，对啊，老今天他们都是在市场，我怎么找到他们？他们在市场上发他们的那个求职啊。哦，对，他们有，他们对啊，所以我才招到他们。因为没有退休金。没有退休金有啥东西？没有东西让你生存。对，没有什么东西。他们这么大岁数，你看那个就是你的那个科学老师叫 Mary 是吧？你知道他怎么来吗？她每天她的闺蜜开车给她送到学校来，闺蜜啊，这边老太太都是自力更生，老的也就是自己。嗯。然后她其实腿根本不好，她从车里面挪到她那个办公桌那边坐下来，她就没问题了。她的腿不好，但是她走从那个车里走到办公室可能需要10分钟左右。嗯。但她坐下来，她就可以教书了。
就这样。我好像对他有印象，他以前就停车停在那个科学教室外面，嗯，然后就进科学教室，他就再也不出来了。对，因为他腿脚不方便，对，他现在也是，对，以前就不方便，所以你也对，那所以就是我其实我能招到很好老师，我以前有一个英语老师是叫 Mark， 他是Peter House 的英语老师 ，Peter House 后来去了 St. John's， 都特别这边特别好的私立学校，私立学校。然后就是整个社会体系崩溃之后，他就得出来工作了。到后来他特别可惜，他英语超好，就是那种，就是那种正宗的那种英式英语，他教英语的嘛。我曾经带一个黑人朋友来，他们一看说，哎呀，他说那个，他说老师你教过我英语，然后就讲什么什么时候他在一个黑人学校你教他英语，他是黑人来的，他曾经在黑人学校教过他英语，他英语非常好，我曾经都想我得跟他学一段时间英语了，结果后来没有办法，他只有离开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他手写不了字了，他没有办法再教，不是说我让他走，就他那个手发抖啊，他在板书的，好可怜，后来真是没有办法，如果他可以的话，我一定能，我还是会留住他，然后就是就按这个就付他工资，但真没有办法，他不能写字了，他后来自己提出辞职了。那这么多老师都没有退休金，都独立靠自己生存。对呀、啊，然后然后还在职的老师不是也恐慌吗？那是啊，那还能维持这样子？对啊，嗯，他们都很温和，就想说走一步算一步，对这样，对，对，有钱拿就是，对，就这样，对。我以前我们学校我的师姐是考文垂，哦，考文垂就游、是、现在是体育部部长了，对对，就体育部部长，他是拿了那个奥运会金牌的那个游泳的，是好像是北京奥运会拿了冠军的，拿了好几个金牌帮津巴布韦、是我们学校的，然后我们学校的游泳部的老师就被 St. John's 挖走了，就是叫 Mrs. Low， 他以前是教初二 geography 的，他就被挖走了，因为他自己开游泳社，因为他觉得教书没有办法维持他的那个生活，他就开游泳社，然后因为他曾经是考文垂的老师，所以很多学校挖他就这样子，可是他其实已经很大了，他应该六年前就退休了，其实我们改天去花店看看你那个老师，你想什么时候去吗？明天去吧，我们今天先去山上，我们先走，一直需要老师是吗？对，我就需要他们会接电话，对，会有老师挖来挖去这种事。对，可是 Mrs. Pence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老师，他现在在花店，你要是能挖到他，我觉得他教的很好。对，但我不知道花店的工资能给到多少。我那个花店好像是他包下来。那现在我们就是尽量的去挖老师吗？不用不用，我现在不用，我现在老师都够了。对，现在就是那个学生能给我交学费，我能撑下去。小雨，我发现你的老师都是很厉害的。我的老师啊，我没有，我考进去的，我当时不是，我是说老师，这些老师都给安排的很好，挑了重点班，主要是学霸，没有每个老师都变成好老师。我以前的那个学校特别的好，对，你说是女校是吧 ？Megan 就在那儿对吧？对，可是现在不一样了，那个学校的老师都走了。对 ，OK， 哎 ，OK， 可以。159 this one。 我们是像成功的，不过我有印象，整个的地方。这是中国人建的房子吧？对，这是旁边的。一看这个，一看这个风格。旁边隔壁是美食宫，这边是外头。就是 park somewhere here， 所以这边就是 house。 对，被拍摄下来，就像真的那种看不见房子，这离城里很远啊。我们在那个 Sun Levis 的附近也有看到那些 house， 我们就在门口看那个路进去非常深，都没看到 house。 这边你看，你看到那个 house 在哪儿，都看不到。这个地是圈的有多大？然后你留一下右边有叫做 T T V 什么什么一个路段，像我们往上放。There will be like a Kiwi kind of thing on your left. Shop. Gift shop. Gift shop. And then that's where we turn right. Thank you. 阿水茶。好 ，Kiki。Kiki。到了，
个拔人的卖银饰的店。哦哦，只是银器啊。Studio。对，他在英国也开了店。哦。所以从这边发源，然后到英国那边。植物都没关系。不能抢货，因为前段时间汇率就是哦，就什么东西都换成物品最好。囤货囤银饰，真的没听说过。那反正钱都拿出来用。好，拜拜。